我们先请马明贵示范一下，他会怎么勾住我的手。哦，你要在中间哦。我们给林婷又压扁哦，林婷为什么全部都有一点痛？那这样还要玩溜滑梯吗？啊？约什么？香肠。哇，这是新的溜滑梯耶！啊！哇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你要买一罐金苹果罐头，老板吗？要啊！哦哦哦，全新的战斗陀螺。